你就送办卡，你送660个办卡。你请上吧。对了。妈的，上来了，中路一个。下水道进了一个，他家前缺拐一个，他家前一个。下水道避坑，避坑，避坑，下水道。都在 A， 他家应该有一个。差不多应该要6000多，应该要。你爆个粑粑，你爆不了。那超级灯他妈的要我爆10个碎片才行。你得帮我做任务，你别吹了，你这你不行，你中路玩啥呢？你们冲起来杀就是了。别老藏着。左手羊搞个33个半卡来尝尝鲜，我开一个普通的，说不定能开个飞机。炸弹已经安装了。我要是能爆出来超级火箭跟星际战舰的话，我就给你开个舰长。鹊桥相会是吗？一发中一个鹊桥相会，那你还不送一个？鹊桥相会是啥呀？不会再让你了。你中了，你中了，你中了还不射我？吹牛逼呢吧？中路，我好串，中路50，顶不住了。你只是说说说，你妈还怕这？二点进来，老子真以为你中了呢，操！照斗鱼这个尿性来讲的话，不开个高一点的爵位去抽的话，不太好抽得到那个东西。董事长之前抽到过。号里鱼是多，他就会让你中。我自己这样去抽的话，我亏了很多。哎，他们家最后一个。差一点就翻盘了。鱼儿来了，啊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叫我靓仔可还行。你他妈的没出你在那，没的，说个粑粑呀，左手羊，真贱啊你！小心手雷，欢迎董事长，我多大了？我刚过18岁生日，我现在19岁。我15号过的生日，我刚满18岁，我现在19岁，我19岁了，我今年。欢迎好兄弟，全靠浪。哦，感谢全靠浪，感谢好兄弟全靠浪的33个半卡，谢谢。小心手雷！你看他送33个半卡，我又能开一次。妈的，子弹少，撤！他们家拱门打50，拱门打50，感谢好兄弟啊！你爵位咋到期了？我全每个人给你们开个爵位啊、哦！
开不起，他妈的！不盯着看，这直播间进人了都不知道。有儿子了咋了嘛？真是的！哎，你们行不行啊？杀杀人啊！搞起来！我这聊天都能杀人。他那个功能没了，不然我每个人开个旗，开个油皇，没打两个，他打散了，没到五箱，这傻逼，五箱到了，开了也是浪费。好的，不看直播可还行，我不相信，这么好的兄弟肯定得经常看我，背包点到了，背包。我聊天呢，没事，没压力。都去冲，都去冲！这拿 M 四嘛，你这 AK 打的。第二呀，收榜第二嘛，没人刷礼物很正常，还加钱，加钱一个。A 大上来一个 ，A 大上来一个兄弟 ，A 大上来一个，中间下面那个箱子靠点那块。你24级，因为你消费的少啊，你到40级就有喇叭了。尝尝这个的厉害！天降正义了，向 A 区发起进攻。A 包 A 包，老大。下包，哎，这没打的 ，WC 掉了吗？打白了，打白了，白了，白了，白了。你就是我心中的吕布，冲上去消灭他们！小心前方烟雾弹！放放！天降！他家前一个。他前一血，我丢的，下包，烟花狙，小花屁股好，96，我操！他打你一个，你先去打我一个。你就是我心中的消灭他们。哇 ，nice shot！ 小心前方烟雾弹。
讲正义了。向 A 区发起进攻。这么卡还打？还放着。快去 A， 快快去 A！ 拜拜拜拜，点豆，拜拜点豆哥，拜拜。尝尝这个的厉害。他们下一个。他们家是后面，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？嗯，没广告。